近日，有网友爆料称王思聪和圣杰正在交往。圣杰曾在微博上说，某人给他起个外号叫小松鼠。王思聪的微博背景正是一只小松鼠。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，18日凌晨，圣杰发微博并艾特男友马尔辰，晒出了与正牌男友的合照，干脆利落地否认了与王思聪的绯闻。随后又有细心网友爆料，圣杰是插足马尔辰与前女友，前女友还开小号撕过他俩，这好像剧情很尴尬啊，戏份太多了吧。12月17日，有网友通过微博爆料称，网红圣杰和王思聪不仅微博互相关注，圣杰还发微博说有人给他起个外号叫小松鼠。然而王思聪的微博背景就是一只小松鼠，并在微博晒恩爱照。照片中，圣杰靠在一个男人怀里，正在低头玩手机，两人身穿同款情侣装，圣杰一脸幸福的小女人模样，非常的恩爱甜蜜。而身旁的男人据说就是王思聪。另外，从网友发出的圣杰的照片看出，长发白皙，大眼迷人，非常的漂亮。此微博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，还是窦德二好看。也有网友以王思聪的口吻调侃道，王思聪有我在就有网红一口饭吃，更有网友称真的是网红收割机。